那个很天然的，因为我其实平常比较喜欢，像如果擦口红的话，然后以前小时候都不太懂啊，然后就是你擦口红因为要卸妆卸得很干净嘛，你就不知道，其实我觉得还是会有影响，就是你会还是会有色素沉淀，所以就是现在我会比较多偏向就是天然的化妆品，然后像这种化妆品就是你看它颜色很漂亮，可是它就你就算吃进去都没关系，因为全部都没有这种chemical 在里面，就是上行口红色号大揭秘，这个就是你们说的高光啊，然后这个高光就是因为这个是很天然，所以它就是可以擦在全身，你想要擦这个可以当高光，也可以搭口红，对。它就是这个高光就是蛮厉害的，然后粉粉的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亚洲人，就细看也蛮好看的，很细腻。大家都在猜牌子，你们猜呀、啊？那你们猜吗？自己搭喽，我们就不会告诉你。然后，因为它也这个也是同一家的嘛，然后它这个颜色，因为你看它纯天然，对，它纯天然，它可以这么雾，然后这么显色，就是我觉得它蛮厉害的。嗯哼，就也不会很干是吧？很不会，它很滋润。你看它擦上去，它其实不干。嗯哼。然后我其实我好像都是比较多这种颜色，因为我会觉得你好像比较雾比较对，因为我比较豆沙色、但我也有红色，就是可是我那个红色在厕所里面吗？因为我喜欢那种红色，就是不是如果我平常自己私底下出去，我就是要有一点气色就好了。我其实不太想要那种很红，那很红就是工作的时候用。所以我很有一点点那种很嫩的那种红红的，就是今天涂的是哪种？今天涂的就这个啊，大家看，就涂完很美啊。然后这个就是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它，你看就是没什么颜色，但是它就有一点点红润就好了，我就觉得人会比较有气色。那刚刚小韩介绍的口红高光，他我们最关心的小韩的眼影有没有？我没有眼影，我是比较不画眼影，你个人不画眼影，不画我哦，但我只做一件事情，谁偷了我的那个眉粉？你的东西真的是散落在房间，但因为你知道，只要女孩子有两个人一起的那个空间的时候，你就会做这些事情。我这个眉粉呢，就很好用，应该会是很基础色的那种。它这个颜色呢，好就好在说，因为除了这两个一般的眉粉的颜色咖啡色，但它多了一个这个颜色，是它有一点绿绿的灰灰绿绿的颜色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通常我唯一会用的就是阴影，我打阴影，然后我会同时打眼影。可是它其实没什么颜色的哦，对，没有颜色。你会打在就是眼皮，然后当阴影，我就当眼影而已，就是非常非常淡，看不出来的，完全看不出来。我就不太喜欢，我自己私底下就不太喜欢化妆，就一点点。大家就可以猜一下牌子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好厉害哦，而且都会放大看。啊、所以就大家每次扒你的时候，你自己有看一下，说哎，还真猜的蛮准的这样子。不是，之前大家不都猜那个高光是什么，然后就后来猜错了，然后那个造型师不就出来了吗？对，就那所以里面还有什么？就重点还有，就比如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吧，然后我们时间。这个口红还蛮好的。因为它这个口红就是它有护唇膏，然后它这个颜色呢，因为可能是今年限量的吧。它比较好的地方是因为它如果单独擦的话，有一些比较嘴巴比较干的女孩子已经成了试色，但是它你看这个很粉，但是雾的哟，对，但明显觉得会很干呀，它是粉的感觉。那它好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个你可以先擦那个它的护唇，那它护唇不是油的那一种，因为它就是刚刚好你可以保湿，但不会太湿，你无法盖住粉的状态，所以这个颜色这也是你最近的新宠，就蛮好的颜色，还不错，好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个这个，满满当当一包，这个好了啦，这个呢就是我觉得蛮厉害的一个蜜粉饼，它的
有什么特殊的？它呢，因为颜色很适合亚洲人，然后特别特别的薄，嗯，然后你基本上你看擦上去是没有感觉的，对。可是它是因为它是 HD 的粉饼，嗯，所以它会补在一些你可能有凹陷的地方，它会自己好像灼射的那种，对对对对 对, 对。那是会觉得遮毛孔会很厉害，还是说对？挺厉害的，对，它就整个脸是雾的，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，然后也不会很卡分这种。重点是因为不太厚，因为今年比较流行的妆感就是还是要自然嘛，嗯，所以我觉得它不太厚的那个感觉挺好的。嗯嗯，像你分享起美妆，少涵老师有很多东西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。那其实以后可以考虑，比如偶尔在微博自己开个直播，跟大家讲讲这种女生话题啦，啊，之类的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女生只要聚在一起都是这些话题。对，而且还是很好看呀。因为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可能。